老正新菜馆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上海菜餐厅，它起源于同治元年。在当时，这里除了供应些大众的菜色，如肠汤线粉、咸肉豆腐等，也对海鲜料理颇有研究，其烹调手法更影响了当时其他的上海菜餐厅，可以说是红极一时。到了今日，店里除了一贯的好味道之外，更配合了古典雅致的装潢，让这里成为许多人宴客聚会的首选。下次来到上海，别忘了到这家历史悠久、食物地道、装潢别致的餐厅一探究竟哦。